球打得强劲，在右半边落地，要形成安打，而现在要往二垒冲吗？没有，是挡在了一垒这里。嗯，守得很深啊，陈进守得很深。那陈进也很快的就把这个球给处理起来哦，让有可能形成二垒安打的球，现在变成一垒安打。我打得很好，岳东华的状况好得不得了。方向位置落点，都是蛮好的，会给你，但是要投在这个六号位置外侧。这个球切到在中间方向，三名的野手都过来，而外野这边最后滑下来，没有接到，形成了安打。因为上的防守绕过二垒，通过三垒，现在冲过来得分，这一球的回传被挡住，拿着上二垒。哇，二垒安打，兄弟连线，哇，祭点兄弟啊！还给要给二垒安打了，有打点了。岳东华跑回来得分，弟弟岳振华送哥哥回到了本垒。哇，这是巧妙的二垒安打。对，中信兄弟现在3-1领先了。主要是两出局了，所以打出去打者就一垒的打跑者就拼命跑了，可以看到确实没有打得太好，但落点巧妙，你看打到就一直跑了，正好是扑下去没扑到，然后球又跑到旁边去。哇，其实蓝盈伦这一球有碰到手套哎。但陈诚威也因为这个球比较碰得比较偏，再做处理已经来不及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桂，大家记得订阅中信兄弟的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 Twitch 频道哦。